他说有一次他去菩萨带他师父菩萨带他到下面去，给他看到一个人全部没穿衣服的，黑黑的人和青青的人都没穿衣服，他很害怕，然后他就跟菩萨说，我不要看意念电视，我不要看意念电视。请问师父，意念电视是什么？意念电视，意念电视就是说你现在在下面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，意念的电视，听不懂啊？ Okay, 我告诉你，他看到的是地狱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一个人只要到地狱里，他不把你当人当畜生，明白了吗？你们不是在人间做畜生事情吗？你去看好了，凡是地狱的人全部不穿衣服的，你有什么面子啊？让你羞啊，让你自己丢脸呐、啊！你要、你想想看，你们人也是这样，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像畜生一样不穿衣服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，听懂。